就是还要假惺惺的从相机那边走过来，走到红绿灯这儿，然后停下来看着红绿灯。这个其实考虑的太长远了。或者怎么样，那 COVID 两三周的话，然后你又会很严重，那怎么办那种？Maybe。哎，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的安全感是要别人给的，你自己没有。